好，同学可以把，好，同学可以把麦关掉了。好，好，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好，来，同学先看一看了。好，来，同学看一看。好，在我们的目次里面呢，就是呢，前缘已经完成了。那么呢，学习心态完成，我们通过看了一个 video clip 完成。那么呢，过后呢，就到句源，就是词接情境。同学啊，我们的范围啊，就在这个句源开始了。好，那么呢，在第一堂、第二堂课呢，我们呢，除了完成这边以外，我们也直接跳到啊，就是这一个正修的部分，于坐中修。所以同学呢，我们整个静坐入门呢有五个 step 啊，你们已经学了两个 step 了那么现在就好好的修，拜五啊，就参加半个小时的共修的课，这样子同学啊，这样拜五的课这样士兵是否没有看到？就是你们尽量啊，还有顺康尽量至少要上一堂一次或者两次拜五的课尽量，因为你会学习啊，如何 interview 小参，如何进行报告。以后啊，当你去参加一天啊、三天啊、七天的密集禅修，你知道什么该讲不该讲，可以了解吗？无论如何至少一次到两次锦华他们会觉得啊，都觉得那你个以前的能量运动相当有帮助了这锦华他们有这么觉得了，好，来，同学，过后我们再看一现在开始回到来原文这一边，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就回到来就是前缘这边完毕，那我们就开始来到这一边聚源的部分好，同学，你要准备你的那个荧光笔要抄写笔记的，来聚源持戒清净。请立正读一读，立正有请，持戒请进老师好，同学们好，持戒清净，一三种行人持戒不同，出生上斯罗，心地真善，复心令不犯，别别得解脱，出说真善斯罗，斯罗是梵语，意为戒，有平治、清凉等意思。一般听到戒，就想到戒条。其实这是成文的规制，是因时因地因机而不同的。重要的是戒的四字，戒的运用是遏止善行，依佛的本意，绝非专从法治规章去约束，而要从内心的静智得来。烦动闹乱的内心，为非作恶，那就是。热恼忧悔，如心静持戒，就不能不悔，不悔就能得安乐。所以戒是清凉意，又烦恼如满地针刺，一定家果不生。心地清净的戒，如质地去草一样，这就可以生长功德苗了。然心地怎能得清净呢？这就是性，就是皈依。好，稍等一下，同学我们有同学进不了来，好。好，来，同学，我们看一看这边的你们的讲义啊，都有画好重点，对吗？是吗？都画好了，好的，OK，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边呢，首先先说出真上斯罗，斯罗是梵语这个什么是斯罗呢？来，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出真上斯罗是重要的读完了记得关麦，同学来，我们看一下，这就是斯罗斯罗呢，我们看一看它其实就来自于希腊，所以会出现这样子的中文名。同学可以写下来你可以写梵文，也可以写巴利文，也可以，这就是斯罗。那基本上这个所谓的斯罗
他就是啊，和给人感觉就是他意思就是接，但是这个接啊，通常给人感觉啊，好像要把人绑着这样，所以一般上啊，和现在我们谈接是有时候会用新的方式啊来进行诠释的，怎么诠释哦？因为啊，思路啊有好的习惯的意思，所以啊，我们啊，当我们啊鼓励人家说。啊，你去参加什么什么五戒仪式啊？哇，人家听到，哎呦，就是这个又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所以啊，应该我们可以改名字说啊，我们去参加一个，我们去培养个好的习惯，啊，要这样子来讲啊，原因是因为啊，基本上啊，为什么说这是个好习惯？因为啊，这个习惯你不培养啊，你会造成你 guilty，你会后悔。怎么讲后悔？我们举个例子。表示说啊，好，有一天呢，好，你去公园散步、跑步，哦，那么呢，应该你早上上班，哦，你走路上班，那么呢，你路过啊，好，突然呢，看到啊，在湖那边呢，有只狗啊，好，哇，在喊，救命，救命，这样子，哦，那么呢，你很忙啊，哦，你不得空理它，哦，你就走了去上班，好，到了晚上啊，突然呢，那条狗的影像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请问你会感觉不安的？请你把手拿起来，你会不安的，OK，刚当班的没有看到很多人都举手，看到没？蛮多都举手不安，同学可以把手放下。同学，这一个啊，哦，你去救他哦，或者是你尝试努力救他哦，就是死路来的。哎呦，这个啊，同学就发生在我们在这里哦。是不昨天的早上啊，我有跑步的习惯嘛，有一条猫跑出来，那条猫啊，可能在一个礼拜大不了啊。不知道是他妈妈不要他哦，还是啊哦，他妈妈还是别人丢进来，他跑去跟我，你知道吗？哎呦，你知道吗？怎么办好？那么小哦，我又不能够养，你知道吗？那么呢，邻居家，哎呦，惨哦，有一条小猫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很棘手哦，因为啊，我们的场所不适合养猫的，你知道吗？那么但是又给谁好？那么呢，哎，我就找到一条母猫在附近，我想，哎，这条母猫会不会它的嘞？我就尝试引诱那只猫来靠近小猫，哇，那个小那只母猫啊被我引诱到，你知道吗？它跟着来来来来来，哎。终于让它跟小猫碰面了啊！那个母猫一闻一闻小猫，它就踢开它。哎呦，惨了！原来不是它妈妈来的。哎呦，惨了，怎么办好？OK，但是小猫又跑到那么龙岗啊前面那边，怎么？哎呦，它掉下去就完了。才7天，我猜只7天还没有断奶的，这样子，哎呦，怎么办好？那么呢，就看到它又跟到邻居，就让它走了。然后我就忙我的。到傍晚了，我出来啊，又遇到他，你知道吗？我去打野球，他跑来又跑来找我，你知道吗？不过那邻居啊，开始喂饼干给他吃啊。我跟邻居讲，哎呦，他7天都不到，喂饼干哪里会吃嘞？这样子，你知道吗？他讲啊，是这样啊。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呢，应该不能够动那个猫，因为动了啊，他妈妈受到人喂，他不要了的，你知道吗？他讲啊，这样啊，就变到我们大家都有点慌啊。哎呦，怎么办好？因为那只猫才7天呢、啊。过不了当那个晚上的，一定过不了的。他其实啊，早上啊，和我就是啊，和我忙我的，出来遇到他，他是 lucky 啊，因为我外面就是马路来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7天那个猫多小，你知道吗？这样，然后怎么办好？哎呦，惨哦！然后啊，我就觉得不对啊，我就去找牛奶咯。我在二弟刚好有买牛奶，那这种我们那天呢、啊、买那个牛奶啊，哎呦，就倒出来小小让他喝咯，他又不喝我，你知道吗？哎呦，怎么办好？所以我心里想，哎呦，要找什么领养猫中心那些又有点困难下哦，这样，所以我就想个拍照咯。我邻居有个马来人啊，哈，他喜欢猫的，我就在跟他讲，我说那个猫你可以领养吗？他过不了今晚了的咯。我们呢、啊，你又不要，我又不要，大家都不要哦，好不好？你来养好不好？那个马来人讲他考虑一下咯。后来我心里想啊，隔壁有个很有爱心的马来人啊，他有领养过野狗的。我就想办法拍照咯，去拍照找不到那个猫哦，你知道吗？心里想啊，怎么办好？等一下到我今晚钓去怎么办好？啊，结果我去周围跑，邻居讲啊，他说，他说师傅，我们领养了了。我讲啊，是啊，好，你领养好了好了，我晚上可以安心上课。所以同学啊，我们啊，如果不尽力做这件事情啊，过后我们就丢地了。所以就像刚刚你们举手一模一样。就至少我们要去尽力，你知道吗？哦，领养猫，我们困难在哪里？第一就是啊，我们全部都是那个地呀，哦，哎呀，第一就是这么小，我们也没有养的习惯，也不会那个经验。二来就是啊，哦，过后你慢慢把它养大是，哎呀，
他就在恶地啊吼，猫大便小便各方面了，哎呀，总之我是觉得一来我们不会养，二来啊吼，就是我一个开头之后，过很多猫来，我们 handle 不来，应该要找会的人来养才对的。像马来人他爱猫哦，他们会有办法去养，他们会去 research 啊，会弄清楚它，这样你知道吗？哦，所以啊，哎还好他们愿意养，所以啊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基本上啊你要去尽力，我觉得啊到最后我尽力啊吼，那个猫真的是走掉了哦。我觉得我还好，可以交代自己，哦，所以这种啊，你出门啊，这种小猫小狗来跟你啊，你就要尽力了的了。我们讲过去是不是什么缘来的，你知道吗？还好，哎，马来人跟到，所以啊，这一些啊，哦，我们讲啊，这个啊，即使是啊，你没有去佛教啊，前面啊，宣誓说，哦，我要啊，从这一辈子我要尽力保护生物，你不讲的话，你自己会难过的，你不尽力做好。所以呢，佛教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至少要去尽力，这种是护身的表现，应该要做的。这第一个个案，第一个个案呢，哎呦，就是蜜蜂了。这蜜蜂不是做魔鬼呀、啊，跑去我的垃圾桶上面造果，你知道吗？哇，一大团，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突然发现了，我想，哎呦，惨哦，这个蜜蜂会被叮死人，因为明天 alarm from 啦，他们凌晨会来，你知道吗？那么他来的话就不得了喽。他们呢一定会看不到的，因为垃圾桶上面就是整堆蜜蜂哦，咬到就是死人的了。我也不懂那蜜蜂会被咬死人，它有两种蜜，有几种那么多。那我赶快拍照，叫那个 bee saver 来了。我们的 KL 啊有蜜蜂拯救者，有这个团体。我讲你可以马上来嘛，因为明天一早啊，alarm flora 的人来。我尝试联络 alarm flora，联络单位，尝试要弄清楚是谁来的，让我可以通知他这样。还是说我应该在门口啊？3更半夜就等着他们来，哎呦，真的是想尽办法了，因为一定嘛，对不对先？哦，因为过往啊，这帮人啊跑来救蜜蜂啊，他们会把蜜蜂带走的哦，安全保护蜜蜂的哦，bee saver 很厉害，他们有这个技巧，谁知道啊，他们可能呢应付不来啊，他是一大堆 TikTok 给我看。大家首先，你要辨认蜜蜂会不会叮死人，不叮死人。我讲，哎呦，惨哦！过呢，来我教你如何把蜜蜂引掉。哎呀，就是找一条布啊，放活水呀、啊，路他们走啊，这个那个啊，倒活水啊，这样啊。不打紧，你倒活水要凌晨来倒，因为那时候蜜蜂啊，它睡着了，在靠近凌晨。啊，我讲那么迟才弄啊，那时候阿兰佛人不是来了？哎呦，就是到最后不得已，就靠蒙爸来了。蒙爸讲。给断，请你准备2瓶 reset。哎呦，就是要大开杀戒了的罗的。他讲啊，他不干掉啊，这蜜蜂会在别人的家筑巢的。哎呦，我想来想去，因为我没有办法确认啊，那帮人到来，而且赶蜜蜂的方法我也没有信心啊，就买 reset 咯，我就选最小罐的两罐了。过他们来了啊，我没有眼看哦，他们又用火啊，用噗这样子来弄，你知道吗？哦，完了，他们跟我讲，哦，拜拜，是的，OK 了，断了，他就走掉，你知道吗？我没有眼看哦，哦，真的，我知道啊，这个业啊，师傅要承受，没有办法，但是我要救人呐、啊，对不对？人才重要嘛。我上网去查啊，在美国啊，蜜蜂有叮死人的，都是那些去爬山啊，或者是割草这些。不过我有尽力。我有经历，所以到时候啊，就恶意到来啊，没有办法要去承受。不过啊，因为我有救人嘛，那我救人的那个善业啊，一定会让我啊，就是说不会那么严重，就会安然度过就是了。所以同学看到吗？这些啊，我们呢，如果是属于学佛，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啊，其实是啊，要叫蒙巴来做这个事情是蛮困难的，把他们干掉，因为过往都是找 bee saver 来去救他们。同学，你写下来因为你家有蜜蜂，对不对？啊，尤其在 KL 一带啊，可以找 bee saver。有时这个戒律啊，你持戒啊，要有经验的哦。因为啊，以后啊，家有蚂蚁呀、啊、昆虫等等，有时你经验越多啊，你就可以避免杀害，也避免这种吊诡呢。买 bee saver，你们写下来，过啊，你 call 他们呢、他们就会过来帮你。把蜜蜂救掉，安然救掉蜜蜂哦。不过现在他会先到底 TikTok 给你哦，教育你辨别蜜蜂它的方法，应该几时弄走蜜蜂它这样哦。所以呢，师傅尽力了，哎呦，什么业报来我有去接受他了的了哦，不能够让他叮到人，那个阿兰佛拉的人来被叮死掉啊，哇，我更加有地哦，或者叮到受伤这样了这个就买 bee saver，同学你们记得啦哦。所以呢，这个啊，和我们讲戒律啊，
这种是有两个情况：第一是自动自发，不需要在佛前宣誓的；第二种是在佛前有宣誓的。那刚刚讲那个，你们举手啊，这个就是我们呢是叫做什么？一个善良的善行的习惯。这个习惯呢，一个可以通过宣誓获得，一个是不用宣誓，automatic 都有的。可以了解吗？这个就是戒来的了。所以呢，你其实戒在你心中都有，就是一个良知，你不知道罢了。你以为一定要学一个宗教才有，没有的，其实你已经有。所以刚刚啊，我相信师父做那两件事情哦，你应该跟我一样会尽力，而且都会有灵感，知道我应该是救人。如果蜜蜂跟着我，应该是尝试救人，对吗？是不是同学？锦华是吗？啊，打个大拇指啊，对，是吗？一定救人嘛，是。所以这个不用学佛的，你自己都知道的。这些就是知识罢了啊，所以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这个器官那么重要啊？这种器官啊，这种救人呐，或者是有时候路边看到一些乞丐呀，像今天呢，我跟志忠啊去吃饭呢，志忠有没有看到有个不是断掉手跑来要钱，对不对？这些啊，也是好习惯哦。我们那个佛友马上掏钱，师父没有掏，什么缘故？我第一个就心里想，哎。他会不会是老千集团？第二就是他是的确一个手没有，但他是蛮强壮的哦。他肚腩很大个，他很强壮，所以啊，就不给钱，看到吗，同学？所以这些啊，其实你也不用学佛的，你 automatic 啊，就开头你可能跟师傅一样，哎，你想给钱，过后啊，这些知识会出来，判断你到底该不该给，这样子，谁跟师傅的反应会一样的，举手一下。你可能第一个念头该给，第二念头又考虑很多，看到没有？那这个不用来上课的，我们 automatic 的，看到吗？哦，所以啊，那个第一个念头我应该要给哦，这个就是好的习惯来的，这个习惯不需要对佛承诺，你自动会有的。但是啊，过后啊，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我们还是需要有智慧的布施，所以变到啊，你来上课其实是学如何智慧的布施。然后呢，和因果业报的关系，所以你来上课其实是学这一些。来，我们看一下，所以刚刚啊，我们同学啊就读这一个嘛，来，我们看一下啊，所以我们讲啊，斯罗有品质清凉，所以呢，基本上啊，同学啊，像刚刚师傅讲是啊，这个啊，乞丐我相信我们那个佛友他不给呀，或许是他考虑了还是给，如果他不给的话，他也不安。那么对师傅来讲啊，我不叫蒙巴来啊，我没有救到那个啊，那个阿兰弗罗拉的人呢、我们会不安的。所以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清凉，你看到吗？哦，它会带来给我们清凉啊。不过、我们呢这个二选一，我觉得那个猫的事件是个比较好的结局，我没有办法养它，但找到了马来人啊，OK，这是最好的结局，对不对，同学？但是这一个啊，这个蜜蜂啊要牺牲掉啊，是比较不得已的。然后同学记得，现实生活多数是双输局面居多的，你只看输哪一个，哪里有那么好大结局，对不对？是吗？没住对不对？现实生活多数是双输的哦，因此哦，你来学佛也是从双输里面衡量那一个比较重要哦，所以你来学是学这个东西，因为啊，你发现哎呦，那个到底因果业报应该怎么来衡量啊？你知识没有了，但师父啊，因为有学佛，所以我知道衡量，哎，我应该还是救人。所以呢，那个蜜蜂就不去看它了，就让它听到那个声音在扫吧了，就算了，这样子了，过后啊，哇，看到一大堆在下面哦，再慢慢自己哦，念些咒语啊，让它走啊，哎，让自己心安，可以看到吗？所以北川佛教过后，我们也会教你啊，教你念些咒语啊、佛号啊，也是为了让你心安，因为你已经不能够做，你可以做就是你念一些什么阿弥陀佛啊、观想莲花带他走。是不是心理治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北川有这一些，就是协助我们在这个判。好，来，志忠，你举手有请。师傅，我想问师傅哦，因为我听过一个佛教团体，他们做慈善，他们是救急不救穷啊。那么过往我的经历就是，我遇到今天这样的 case 啊，我一般上是不给钱。那么我不给钱的过后，我会想说会不会太间接了？但是后来我是想说，他有手也有脚，他有这么强壮哦，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的想法是跟师傅一样，他可能是一个集团，所以基本上我是不给的。这个不给的业报啊，会很大吗？不会不会，我们反正是属于智慧的判断，而我们两个也不会不安，我们今天晚上不会睡不着觉的，但是那个蜜蜂会令我们睡不着觉，那个就正常了。那个猫我们不帮它找到马来人呢、啊，哦，这个可能我们不安就正常。反正这个 case 啊，我们是经过思维分析的，应该是对，哦，OK 可以了解嘛，OK 散发慈心有用吗？哦，这个啊，我觉得应该不能够这样子散发了，没有这个把握哦，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时间，因为已经是傍晚了，发现那堆蜜蜂的时候，那时候啊，与其这样站着对他们怨你慈悲怨你走啊，应该是马上 call alarm for 的处理才现实，你可以了解吗？因为这个这样子啊，坐着怨你无怨，怨你赶快离开。如果我有他心痛啊，我可以跟蜜蜂沟通，我会这样子做，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应该马上找出阿兰弗拉到底是谁来的那个才现实哦，因为以人为主先这样会比较实际。所以同学提出这个蛮好，因为我们呢有时候啊也是有提到啊，就是啊那个菜农啊一大堆虫啊，哇，他们杀虫剂杀得很厉害，我们的确有那个 cases 啊，通过念大悲咒啊的方法让他们离开啊，跑去别的地方吃啊。我相信有一些 case 成功吧，应该不是所有成功了，除非我们遇到农夫够多。因为啊，怎么讲啊？哎，我也希望真的是100次用100次成功，那就很好了，双赢啊，这不是双赢吗？但是现实生活啊，我觉得啊，双输是居多的，就是你想办法如何去接受啊那个输的层面。OK，这东西可以了解嘛？好，来过门看一下所以我们这边讲啊，那一听到戒，想到借条，看到吗？但是我们会因时因地因机而不同，我们会看情况改变啦。的确啦，那同学像以前 COVID 嘛，Delta 的时候全部啊是不出门的，对不对？Delta 是最严的，后来 Delta 慢慢啊要转去 Omicron，大家打了一支针之后，哎，开始出门了，对不对？但是全部一定要戴口罩，看到吗？到了今天现在啊，都是不知变成什么 XX 了啊，可有可无。所以我们呢，我们发现呢，当那个 COVID 改变的时候，变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打针？我们的规则开始改变了啊，所以我们戒律也是一样的。过往啊，在大概20-30年前啊，在西藏全部是佛教徒，但是他们是吃肉的，不过他们不杀，他们一般上啊，吃肉进行观想。所以，我们佛教其实啊，虽然呢，藏传也是属于菩萨戒的地方，但他们看情况啊，所以呢，他们呢，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是吃，就做补救的工作了，可以了解吗？就是去补救他了，就做补救的工作啊。所以呢，佛法很多时候一些方便法门的，像持咒啊、念佛号，蛮多部分是在做补救的，就让你好过这样这可以了解吗？不过到了今天哦，应该不用咯，因为他们西藏啊应该很发达了就是科技各方面大把青菜可以吃，就看你要不要吃罢了，应该便宜很多啊。过往是肉比较贵所以呢这边就讲你看到吗？他讲因时因地因机不同，所以呢我们是看情况，戒最重要的是什么遏止善行，看到吗？就把恶的停止。让善的行为继续下去，你们看同学，心持戒啊就不悔，不悔就安了啊。所以，我们关键就是要让自己不悔。所以，不管那个猫啊，是不是帮它找到它的主人都好，又或者是这个是集团，我们不给钱都好，其实做那么多都是，或者是阿兰弗拉那边尽量想办法让阿兰弗拉的人不受伤，全部就是避免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悔。可以了解吗？不悔就安了。这个不悔啊，如果没有做到啊，就会是掉悔，就是大家就会不安了的了。所以同学啊，你在面临现实，你的工作啊，应该这种考验是不少的。尤其是你接触很多人，然后过你的工作本身啊，又灰色地带，而且你遇到的人很多，他不会啊，就是说什么都给你赢到完的。你可能你的工作啊，性质会伤到某一些层次的人。之类一样嘛，像这个集团呢，这种我们没有给也可能他回到集团就被打了的了。
我听说有些集团可能呢，你给一块啊，集团6毛他拿，4毛是给予他。听说有些是这样的哦，我们不晓得啊，他回去集团就揍他了，揍毛没有本事抽到钱哦，未必会这样子的情况哦啊，所以看到吗？哦啊，现实的层面就是这样了。来，我们看一下哈，哥瓦这边讲了，不悔就能得安乐，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为了求得安乐罢了哈。所以他说，戒是清凉意，看到吗？哦啊，如果心满都是烦恼啊，必定家古不生。什么讲哦？来，同学看一下哦，基本上来讲啊，比方说这一个呢是农作物哈，我们看一下哈。同学看一下，这是一片土地来的。好啊，这片土地啊，我们看到啊，它是能看到吗？呢，啊，这边是平坦的，但是有些地方有长农作物的，好，就是美珠，来美珠啊，我如何避免呢？这一块啊，没有长农作物的土地长野草嘞，应该如何避免呢？盖上，盖上那个什么，遮地上的，在地上种草啊，你是讲啊？对对，它已经除了草嘛，就有那个农作物可以盖在地上，防止生草生长的。意思就是说农作物种了，其他东西就种不了，对不对？野草就生不了，对不对？啊，对了，我们的对。逻辑一样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啊，无时无刻在散发，那在散发的时候，就恶法就没有机会生长了。一样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啊，经常让你的心静啊，目的就在这一边，让它没有机会啊，可以长恶的，所以呢，我们讲啊，就会加固啊，所以用意就在这里了，来看一下所以我们讲了烦恼如满地寂静，就加固不生。那么怎么才能够清净呢？你看啊，就是性就是皈依啊，怎么讲呢？来，我们再往下看一看。来，同学，请抄这一段同学，你们看讲义，你这段是空白的，请你抄一抄了，抄一抄，那么呢，抄完之后啊，思宾就请你读一读了，先抄完先，先抄完先，抄完了思宾就可以开始读了，那其他同学还是可以照样抄了，哦，我们同学拍照啊，哥德巴罗那边，你最好抄下来如果你拍了照啊，没有抄啊，过后你的那个啊，一定会把它忘掉的所以趁现在每个抄你把它抄下来，不过可以在相机那边先拍，那你抄的速度比较慢，过后记得补抄啦同学你抄的速度慢，记得先拍下来待会啊，视频一念完呢，我就马上解释来不及的话，你先不管他先过后完了再跟同学借抄这样啦。我们这个课啊，有一些抄写了同学啊，你已经啊，怕你忘了抄写的能力了。现在啊，给大家抄一抄可能呢，笔到手到和心到更好记好来，视频你抄完就可以开始读了师傅，我会抄得比较慢一点，所以我要先讲先啦。哦，这样啊，你会抄得更慢。对了，我忘掉了，你是新一代的人应该写字比我们更慢，对不对？好，没关系，士兵就不要你读了，你还是慢慢抄，先拍个照先。顺康，你抄完可以先读了好的，师傅。同学，你们一抄师傅一面进行解释
我们这边啊，同学，你们抄的这一段啊，意思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呢，所谓的持戒啊，我们其实就是把你们的内心打造一个马尔代夫。那么呢，为什么要打造内心一个清静的马尔代夫？原因是因为呢，当你到马尔代夫一个清静的地方的时候呢，你是不舍得染污它的。如果同学你有去潜水的话一些潜水地方连你小便都不允许，因为小便会伤到那边的珊瑚的啊，所以呢，在一个清净无染的地方，你是不舍得弄它干，你是自然 automatic，你不想弄肮脏它但是呢，如果比起你去到一条河流，那条河流是充满肮脏的东西那么呢，你可能手上有糖果片，你就会丢，原因是因为呢。它比你的口袋还要肮脏因此我们讲了你信三宝信四谛你产生净信这个就是在你内心帮你打造一个马尔代夫。那么呢，你会自然的为了保护它的清净而不染污它。那么呢，如果同学你的内心没有打这个马尔代夫，你会觉得哎呀，本来都是已经造那么多恶了的啦。那么呢，再加一点恶有什么大不了呢？会有这个情况的所以同学你来学佛它重要是因为师父的用意是在于启发你让你就是对于这一个升起善行的重要有发现就是让你的内心觉得这是善行产生的重要，就好像帮你打造内心一个马尔代夫这样。那么呢，你过后你相信了，然后你觉得这个清净是重要的你相信了，然后你去维持这个戒体就产生 automatic 的就像你到了马尔代夫，你自然不会丢垃圾一样的道理这样。那么没有学佛的人的内心就有可能就像肮脏的河流这样可能是小垃圾居多，大垃圾就比较少了不过反正都是垃圾，你也不介意多丢一张垃圾。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可以有内心清净的那个机会这样子了。OK，好，我已经讲完了，顺康还没有抄完呢。我已经好，你可以没读关了，系，顺我康。可以补抄。对，好，OK，好，好，从生忍深切的了解，热欲恳切的誓愿中，信三宝，信四谛。四谛真能信心现前，就得心地清净，所以说性是心静为性，如水清珠能清出污水。从此，静性中发生此二行善的力量，就是一般所说的戒体成佛之道。OK，好了，来，同学呢，就你把它抄完过后呢，就是画下重点来，同学看到没？这边有"戒体"这个字，就刚刚师傅讲的有止恶行善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哪里同学，它关键是要信三宝、信四谛。这个信三宝、信四谛你现在又觉得很抽象的，它来自哪里？恳切的誓愿。那恳切的誓愿来自哪里？来自于了解。你必须要先了解先，了解过后才。产生誓愿，过呢信三宝、信四谛，过呢那个戒体就会产生了。那么呢，我们给图大家看一看同学抄不完没关系来看一下我们举个案例这个呢就是马尔代夫猫代夫这个是马尔代夫。然后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一个染污的河流我们举的就是这样案例，看到吗？呢，同学，这个染污的河流这个就马尔代夫。你来到这一边肯定在这边吃手上的糖果子，你不舍得染污它但是你来到这个河流它比你口袋肮脏可能你就会丢下不过我相信，可能有些同学还是放回自己的袋子，因为你是习惯的关系，对不对？可能你会心里想，我是放回我的袋子，不过你知道其实外面还脏过你的袋子的。所以你会觉得，哎呀，其实丢外面也无所谓，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它用意就是在这里的，同学看到吗？所以我们的就叫同学来学佛，就是让你可以惨，
神这里的这个盼，哦，深切的了解，恳切的誓愿，这样哦。好，同学，我们在这一边呢，哦，就转去谈三规五戒了。同学，请你把你的三规五戒那份讲义啊，哦，先拿出来哦。来，三规五戒哈，啊，先从这个不杀生戒开始哈。好，来这一边呢，就有请，请OK 哈，嗯，好，这边就请 Allen 啊读一读不杀生戒。Allen 啊，这个红色的字你可以不读，直接就读黑色的字。来 ，Allen， 你可以开始读了哈。啊，谢谢师父。啊，一切不杀生戒，因为体认摧残生命所带来的痛苦，慈悲观、慈心观，我决心持守不杀生戒，不残忍生命。我誓言常养持每一快乐，非啊红色不读，给予慈悲啊，尊重生命，护念万物，积极参与不生的行动。并与众生同享有无恐惧的生活。好，感谢。来，同学看到吗？哦，这一条第一呢是不杀生戒，这里的版本主要是用一心禅师的啦。同学你看一下这边呢，你读到会发现，就是首先一个重点的不杀生戒背后，就是所有的众生呢是要同享无有恐惧的生活，这是他们大家的一个前提。意思就是说，哦，所有动物都是贪生怕死，所以呢不只是我们人类。因此我们发现了，啊，齁，虽然是说啊齁，我们大家都还是有肉食啊，但也有吃动物啊，就吃吃猪肉啊鸡肉。但你会发现了，啊，这些即使是畜牧啊齁，养大都好，死之前都是痛苦的，他也是想要存活，但是是没有那个机会。对不对同学齁，你会发现一次啊齁，虽然这些肉我们就要三斤肉，就说是允许。你没有看到，那你说他是不是为你而死啊？其实有一部分为你而死的，对吧？哈啊，你不去吃他，他就不会有关啊。所以呢，就是个缘故啊。现在流行的 vegan 啊，哈，有一类啊，其实是属于啊环保主义者。他除了环保地球，也是跟护生有关。他们发现就是这个畜牧的饲养的方法哦，才可以大量产生那个肉类，一才应付得了啊 KFC 的连锁店。啊，我记得师父很小的时候啊，我们怡保只有一间，那时候啊，不多的，啊，听说是从 KL 开头，啊，KL 的金河广场，那时候啊，应该还没有开始农业的养鸡，啊，因此供应不到的，所以呢，当农业的养鸡一发达的时候啊，才可以说全马，啊，几百间连锁店同时供应。哦，因此啊，这个应该是美国那边带进来的这种畜牧业的哦发达这样哦啊，因此啊哈，哦，所以呢这一个啊哈，不过我们是这样的，佛教基本上啊哈，我们不会要求到大家太严格，因为啊哈不容易啊哈啊，你如果跑得太严格的话，不会像师父这样子，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吃的东西，自己煮这样哦，也在外面相当困难，基本上啊我们脱离不了畜牧业的。比如说你喝的牛奶多数是畜牧业，就是这种啊工厂哦，工厂养牛的方式产生的奶来的，除非你也不吃辣哦啊，所以变到很多东西哦你没有办法吃了，所以你要维持啊，就是说畜牧业啊，这种加工啊，哦，工厂养殖，你都全部办到完，那个蛋也不要，奶也不喝啊，基本上啊你可能要找跟这个无关的，你要付出更昂贵的价钱，而且你愿意出价钱未必买得到啊，这样子啊。不过现在我发现了有很多干蹦鸡开始有市场了哦，看到诶，原来有些蛋专门是干蹦鸡，意思说有一类人他意识到啊，这种工厂养鸡很不道德，那他们要寻找干蹦的鸡，就是周围走过他下的蛋这样哦。不过他下的蛋干蹦鸡有可能有受卵呢，有吗？有没有受卵呢？所以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KK 那么我看到啊，干蹦 IM 的蛋呢，啊，这个是受精了没有的？所以可以回答我师父嘛？因为师父的那个年代啊，如果我们讲干蹦鸡哦，就是有受过精了的了。哦，受过精，那受过精的蛋，师父我们就没有吃了啊。但如果没有受精的
啊，就因为他没有生命啊，我们就照此和他的制成品了。这东西看到吗？意思就是讲啊，整个啊，我们环境啊，哈，要达到啊，就是说希望一切众生远离离苦得乐啊，哈，他到最后一定会倒推到去吃素，很自然的，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因为啊，他整个啊供应链啊，哈，一定是要有人去杀害，而这些必须要牺牲掉，才能够成就到我们哦可以吃到东西。不过问题是我们不会那么严格。不过现在我觉得哦，当你要求自己的时候，如果你要求严格，现在比较办得到。因为啊，我去那些医院啊，一大堆那种啊，什么 plant-based meat 啊，等着你来买啊。不过又是要贵两三倍的价钱，又是这个问题，看到没有啊？所以变到很难很难做到。所以同学也先不用勉强自己先哦，这些再迟一点会越来越便宜的了，哦，越来越便宜哦。然后呢，他的胆固醇其实也不低的，我去看来，哇，也是很厉害高的。你煎了之后，哇，也是啊，那个大卡非常厉害的哦，也一点都不低的哦。哦，这种 plant-based meat 就植物性的肉类哦。也很厉害的做到哦，啊，所以呢，啊，这啊，所以啊，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很难完全做到。同学，你就尽力就好，啊，基本上有吃到三斤肉就不错。那么呢，护身啊，这精神啊，要记得就是你买那个产品啊，跟动物无关的，又或者是说啊，哈，啊吃啊，哈，啊尽量就减少杀生。要明白就是说，原来很多动物啊，哈，凡是都是需要生存。这个是精神你要有啊，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哦，你就可以减少怎么讲啊，哦，啊，不过当然你这样子想也有点矛盾的，因为你去素食馆啊，你会讲啊，给我来一点斋叉烧鸡饭，对不对哦？啊，给我来一个斋 burger， 对不对哦？啊，所以有些人也很困惑，你不是吃素的吗？这么一天到晚的，啊，都是斋肉啊，斋叉烧、斋虾哈，啊，所以呢，因为啊这些食物啊哈，有时候啊也是让一些吃肉的人啊可以有一个啊。转变的机会，啊，所以呢它的存在，啊，还是需要。不过命名啊有时候啊就不要过度介意。不过有些团体，啊，也觉得啊意念要清净已经改了啦，就把叉烧饭变成叉焗饭了。到今天放个鸡，你知道吗？有吗？你们有看过吗？对不对？哦，啊，有些重新安过名字，他们也觉得，哎呦，你既然有心要吃素啊，哦，不管是什么精神背后，还来一个鸡，就是啊，还来一个叉烧啊，还有那个肉的想法哦，他把它在进化，我觉得这个用意是好的，哦，用意是好的。所以把它改良这样子哦，啊，不过同学有时候在外面呢，如果他的餐单是这样，你照念没有关系，你就是知道啊，你这做这个啊，知道很多一些众生都是为了要离苦得乐哦，啊，我们有时候也蛮难的，同学你知道吗？如果你去买皮包哦，皮包一个是动物纯动物的皮做的，一个是塑料纯塑料的，一个是掺杂的。同学你知道这三个啊，那一个最不耐用嘛，很快就整个会出现碎的情况。珊珊你有这个经验吗？你觉得这三种哪一个最快一下就碎到完？啊，开麦。啊。啊，师傅我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啊，是塑料的那个。嗯，它一般上真皮的成分有在哦，它比较可以耐的。动物皮的成分在，嗯，因为师傅有这个经验过，嗯，发现过，嗯，整个就是塑料的话，都会碎到完。我也不懂是不是不够名牌的关系。我知道后来啊，那些 LV 很出名的哈，他们也是意识到啊，用到动物的皮是很耐，可以用很久很久，但是也意识到动物的可怜哦，后来跟说一些名牌啊，也转去用人工的哦，所以这些就是啊，外国的环保意识跟护身的观念。蛮快的跑到哦啊，所以同学啊，当然一样啦啊，又是价钱的问题，哈哈，所以呢，你要做到啊，护身哦，要吃 plant-based meats 啊，然后要用品质更好的啊，哦，人造的哇，全部就是昂贵哦啊，所以呢，同学你也是量力而为啦，好，好，来我们看一下哈，从这一边呢，这个前提同学你抓紧。过你就知道应该如何抉择去过你的生活了的了。那么呢，在前面呢，啊，他更进一步他说啊，要体认摧残生命带来的痛苦，
基本上也要了解啊，生命摧残是痛苦的，不过多数我们是比较难理解。第一，即使是有做手术啊，基本上手术都麻醉，我们有忘记哦，只有麻醉后的疼痛，我们比较有感呢、啊。少数的悲天悯怜的人呢、啊，哈、哦，他看到动物的叫声，他会有感受的，有少数人能够，所以他们这类型的人呢、啊，会很容易转去啊，努力的护身，甚至是吃素之类的。那其实啊，现在网络很多广告啊，哈、哦，是那些大 PETA 啊，他们也是很努力护身。提倡，我觉得这些反而啊，不是佛教徒最努力，反而是鬼佬很努力。他们呢、啊，可能呢、啊，他们社会福利比较好哦。那你不做工可以，好，可以也拿到一些钱，就申请啊，失业金这样哦，然后搞这种环保，我觉得也跟他们福利有关。所以我们呢，这边的华人呢、啊，很少听说华人呢、啊，哈，或者是马来西亚、东方人呢、啊，哈，会真的是丢下工作不做啊，跑去啊，人家的工厂前面抗议啊。做形形色色很少，都是国外比较多，而国外这些团体，就乍看底下是真的是在护身跟环保，所以他们虽然呢没有挂什么招牌啊，什么宗教招牌，但是一心一意啊，就是啊，他们应该啊都有体认得到啊，这一些摧残生命的痛苦才会不残灭生命，而且啊会什么给予慈悲心。尊重生命，护念万物，我觉得这些团体啊，更彻底啊，尊重生命，护念万物，对不对哦？哇，鲨鱼就快完蛋，他们举个牌在外面，哎，抗议吃鲨鱼哦，就在那些那些啊屠宰场的前面那边。然后呢，日本啊，曾经啊，你知道吗？有一套片啊，曾经打过奥斯卡的，叫做《The Cough》，这个就是日本人啊，屠杀屠杀。就是那个啊，海豚的。那么这鬼佬啊，他们就真的啊跑去啊这个地方啊拍这个纪录片，拍他们如何杀海豚，看到吗？哦，他们啊静悄悄啊，跑去拍，看到吗呢？日本人呢、啊，他们有这样文化，日本人吃海豚文化的，他们呢、啊、会用网啊，围着他那个海豚，过呢会敲那个声音，因为海豚是通过那个声音辨识的。他们敲弄乱他们的凭证，过呢用网把他们捞起来，然后呢一些就送去啊动物表演的地方，一些就是做肉类的，日本人吃海豚的。那么呢这些环保人士啊抗议啊，他们说你又吃牛肉，那你可以吃牛肉，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吃海豚肉？这是我们的文化啊，所以呢会有这些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可以了解吗？所以呢师父觉得啊齁，除非你纯粹吃素，你才可以跟他们 argue 得到，对不对先？因为只要你还在吃肉啊，其实你的猪肉牛肉是饲养，说哎，这是饲养的，但他不是讲，还不是一样杀生。你居然呢不允许我杀海豚肉，你要护身，你自己本身呢还有在吃猪肉，你怎么来讲，对不对先？啊，像师父这样纯素，我就够资格讲，对不对？我是真的纯素啊，我没有杀过到生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啊，这些 vegan 啊，这些一定到最后啊，护身的他一定要跑到去吃 做 vegan 哦，他就有办法做好他的工作，在理论上才讲得通，可以了解吗？一定是的，一定的哦，你才可以讲得通。所以这些团体啊，我是觉得更彻底哦，比我们更彻底的尊重生命，护念万物哦，在行持方面啊，所以同学你就尽力了哦啊，就回去过后啊，看看自己有没有啊长期用的产品啊。会跟动物有关，那个动物是直接杀生来成就这个产品，还是间接？那如果比方说是药啊，像那些 capsule 有些听说是用牛啊的什么成分，那么就要看呐、啊，这个药的本身是不是说我们没有代替品啊？如果没有代替品的话，你还是要吃，也让自己健康啊。过你可以啊念咒啊回向怎么样啊，都是可以啦。同学可以了解吗？所以我们都要找一些折中的方法哦，让自己可以啊，在这个啊世界里面进行存活了哦，这样子哦。好，来同学看一下，所以这边有讲到啊，积极参与护身的行动，并与众生同享无有恐惧的生活，所以基本上啊这一些哦。如果未来啊，这一边呢，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我看美珠啊、顺康啊、斯宾这些，我觉得你们能的话，未来啊，
你们未必都要按着宗教团体去做这种事情，未来啊，有人呢就呼声哈，去我支持你们哦，去打牌子抗议哦，这样子，对呀，我很赞成，我觉得他们鬼佬有这样不过你的背后的精神是真正为了护神，这是非常棒的不一定要按着宗教的旗帜这样子好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所谓的不杀生戒了好来现在我们开始要提一些比较有点难困难的现实的局面的问题来同学 case number one 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去到20层楼上面那边，那么呢他不小心丢一粒石头下来，这个石头丢下来刚好有人路过，那个人死掉了，请问这构成杀生吗 ？Mary， 你觉得是构成杀生吗？请开麦。对我来说是，它是无形的啦。嗯。因为它这样丢下去。嗯。所以是，应该是不算杀生咯。不算杀生哦 ，OK， 好的。因为它无形嘛，除非是有心。Okay. 好 ，OK， 来 ，OK， 谁呀、啊？赞成 Mary 的讲法，请举手。嗯，因为无心不构成杀生。OK， 锦华，我看到举手了士兵举手，其他没有举手。好，可以把手放下。谁觉得依然构成的，请举手。OK， 好，丽珍、美珠、会议、顺康。OK， 好，放下来。谁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的，请举手。不知道。OK， 好嘞 ，Alan 不知道哈，还有哥德巴洛蛮多是不知道哈 ，OK， 好，你可以回答不知道的哈，我们这边是可以回答不知道的哈，但是你一定要举手，你不举手我就找你来问了。来第二个个案呢有一天呢比如说丽珍呢要把美珠干掉那么丽珍呢就买呀 丽珍呢就买凶手啦，那么呢凶手就是顺康要把丽珠干掉这样子好，请问那顺康然后呢，丽珍就跟顺康讲，请你让美珠睡觉，然后呢，可以睡到不起来最好这样子。那么呢，顺康听了，好的，我识走了他就去把美珠干掉好来，丽珍呢是买凶，那么呢，顺康啊而且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美珠已经死掉的话，丽珍构成杀人吗？觉得构成的请举手。OK， 很多人举手了，我看到了哈。OK 哈，辅导员没有关系，其他全部举手，我看到了好，可以放手。OK 哈，如果美珠没有死掉，你觉得不管美珠死不死都好，丽珍一样构成杀人的，一样的。请举手，一样的 ，OK， 会议举手，楚英举手，美珠OK， 美丽、顺康都举手 ，OK 好就说不管美珠有没有死掉，都一样构成好来，那么丽珍跟顺 ，OK， 谁觉得美珠死美珠有死没死？丽珍的业力是有差的，举手一下，谁觉得死跟不死是有差别 ？OK， 士兵举手了，看到吗？来，哥德巴罗全部举手 ，OK 顺康又举手，看来你们呢、也有点混乱听一下好像对又举手，等一下又对又举手，对不对？这个就是他难处在这一边好来，在第三个丽珍的业力比较重，还是顺康的业比较重？丽珍是买凶，顺康是杀手。楚贤。师父，两个一样重，两个一样，谁赞成两个一样的举手 ？OK， 有没有人支持你 ？OK， 来惠熙举手，还有锦华举手 ，OK 谁觉得主谋比较重的举手，丽珍是主谋比较重的举手 ，OK， 美丽举手，美珠举手 ，OK， 有四五个举手，好了，可以放手了，好，哥德巴罗多数都认为。谁觉得杀手比较重的，请举手。杀手 ，OK，Mary 看到吗？好，同学，像这一些我们开始给答案各位了那么呢，同学来我们留意一下看
在这一边呢、啊，其实整个杀生呢，哈，它必须要配合全部的这一些来决定它的业啊，哈，是重轻可以忏悔，还是重罪可以重罪不可以忏悔，还是轻罪可以忏悔？同学就跟这几个有关：动机、精神健全、诚实、方法、对象。首先，第一，动机。你要有心要杀人，我要杀他，有个想法，这个是很关键第一点哦，关键，我有心要杀他和我不小心杀他，一个是有动机，一个是没动机的啊，所以呢，就这个缘故啊，哈啊，在法庭啊，其实法庭判罪是一样的，那天啊，哈，报章有写啊，哈，情夫误杀，对象。然后呢，判15年，看到吗？所以意思是说，法官啊，判这个误杀的缘故，他不用一命填一命，因为是误杀，不是谋杀，就说他没有那个动机，可以了解吗？哦啊，所以呢，所以第一个问题已经解答了咯，是杀生，不过是误杀还是谋杀会有差别，但同样是杀生哦啊，不过那个丢下去呀，哦，你可能有人死掉你不知道，你还是好睡的。但是你知道他，有人给我这样子丢死掉了啊，哇，你也开始你也可能啊好不好过了，看到吗？哦，所以这一些我们要通过忏悔啊，哦，和佛学的理解啊，或者是辅导哦，来解决内心的这些哦问题跟障碍哦。好，第二是精神健全。同学，精神健全呢是很重要。什么的精神健全，就是第一，你没有吃麻醉药。第二呢，就是就是说，第一，你没有吃吸毒，你没有喝醉酒，还有呢，就是你是成年人，精神健全啊，这个呢也会啊决定啊你入不入罪，因为呢喝醉酒的人，或者是啊和就是麻醉喝醉酒的人，或者是吃麻醉药或者喝醉酒麻醉药，或者是你有智障，或者是你还小，所以呢基本上啊在大马和。成年人是18岁，18岁以下杀人是不用填命的，他会进感化院，因为你还小的关系，法律上。那么呢，智障的部分呢，同学你们有没有印象？之前新加坡我们有个马来西亚人，新加坡把他吊死掉，入处死刑，因为他贩毒。然后我们这边希望他开恩，因为我们讲这个是有智障的，好像印度人，同学有印象对不对？是吗？好。最后为什么新加坡把他处死？因为新加坡说，根据我们鉴定，他的智力是知道他在做什么啊。所以问题回到去，你信不信新加坡政府他们的判断能力？关键在这里啊。那我们是一厢情愿认定这个人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新加坡的政府是严格审核过，他是知道的，他有能力知道他拿的是毒品，所以必须要判他死刑。看到吗？所以呢，这一个啊，精神健全就是涵盖在这一边。你他健不健全？他如果是不健全的话，哦，全部就不构成重罪。所以呢，在法律上啊，哦，他可能也不判处死刑啊。而佛教里面的业也会下一级，可以了解吗？哦，来过我们再看一下哦。过呢就是尘世哦，尘世指什么？他必须要死掉，他有死没死是有差别的。可以了解吗？啊，当然有差吗？哎呦，如果啊，如果美珠没有死掉啊，那么呢，立正啊，你把它立正了，告上去法庭哦，法官就问你哦，请问死了的人在哪里？你说哦，他没有死，他怎么来判他死刑？你懂吗？哦，因为要什么都要证据的嘛，毅力也是一样，所以他问他在哪里？哦，他还在医院。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可以啊告他？告他一命舔一命，他没有死掉啊，对不对贤啊？所以呢，诚不诚实是关键来的哦啊，是关键来的哦。来，跟我们再看一下哦，过呢方法啊，这个方法哦啊，古代啊可能用刀啊，或者是现代用枪啊，或者是更直接到了现代。同学，如果你在 Facebook 留言，你写你去死吧，然后呢？50个人留言你去死吧，到最后这个人死是因为这50个人留言的话，这50个人都是构成通过 Facebook 来杀人，可以了解吗？哦，现在可以杀人了吗？通过
social media 可以了解吗？哦，现在的年代啊，可以不用用刀，不用枪，就用社媒就可以把人干掉了的了，哦，这样子哦，啊，或者是间接，就是不断给他精神压力，到最后他承受不了，自己死掉。所以这一些哦，可能法官他都会通过这些去审讯。那么这些审讯呢，有可能也是很难掌握的，因为社媒的东西。审讯完接着下来留下的，就是由因果来给你判断，所以我们任何留言都要负因果的责任，这是个自然法则，可以了解吗，同学？哦啊，所以呢，他一定啊，这些东西越来越网络东西越来越难审了的啊，所以所以剩余的那些就唯有交给因果法则去处理了，我们也不能怎么样了哦。好，到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对象，同学，他必须是人。最严重的罪必须是人，在法律上是，在佛教也是，基本上啊，杀人啊，哦，为什么人啊是最严重？因为人类可以通过修行而成佛解脱。那么呢，目前呢，最聪明的应该是海豚哦，海豚 dolphin 哦，或者是 apps 人猿。当然了，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人猿盘腿打坐的，也没有听过海豚盘腿打坐。只有人类可以，所以人类真的是万物之灵，这纯粹是大脑的关系。我们的大脑哦，这两个动物没办法跟我们比。先不要讲盘腿打坐先，你有看过 apps 啊？就是拿个盘，然后呢放香蕉，然后呢就好像我们吃牛排这样来吃嘛，然后吃的时候就顺便放些音乐嘛，没有对不对啊？但我们呢哈，像今天这种哦，我们跑去那个 C80 哦，什么餐都有的来吃，这个只有人类的 IQ 才可以发展到那么多哦，西餐、中餐、越南餐、台餐，什么那么多的餐，就人类的智慧的累积才能，只有人类才有啊。所以呢，人类啊，累积智慧过后呢，有判断能力，有思维能力，然后决定修行，甚至可以禅修，甚至可以成佛，因此。杀人才构成最重的罪，可以了解吗？所以同学当我们讲啊，你的业啊是最严重，或者在法律上啊构成最严重的，它必须要全部具备。第一，你的动机是要杀人；第二呢，你的精神健全，你知道对方是人；第三，那个人死掉，然后你用方法来杀人，对象必须是人，全部符合，同学。重罪不可悔，那这个呢，在法律上，大马的法律应该是判你死刑，可以了解吗？但是这五个条件，只要随便一个改变，就会下降成为可以忏悔，表示说你没有动机，你精神健全，他死掉了，你用方法，对方是人，但是因为你没有动机的缘故，所以呢，就会从谋杀。改成误杀，那误杀的话不用填命，目前法律上我们看到，你了解吗？哦啊，或者是啊，哦，全部条件具备，最后啊，哦，对象不是人，也是一样会降级，就好像啊，哦，孙康跑去杀美猪，美猪很聪明，他就放一只鸡在他的那个被盖着啊，结果孙康去啊用枪来杀掉他，哎，结果原来不是美猪，是只鸡来的啊，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不构成重罪，可以了解吗？因为都没有人死掉啊，可以了解吗？虽然他们想要杀人，虽然他们要干掉人，但是没有人死掉啊，啊，所以不构成，依然是往下一级重罪可悔。这些你去到法庭啊，法官也是问死人在哪里。都没有死人啊，那里有 case 对不对？但是死了是鸡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都没有办法成为呈堂证供。所以我们呢，其实一般上为什么师父经常也会跟法律比对啊？因为啊，我们第二条戒律啊，很明显是受当地的法律影响。我慢慢再告诉各位哦，这样子哦。好啊，这个呢就是相关联的啦。哦啊，因此刚刚的问题全部已经回答了，看到吗？全部已经回答了，哦，全部已经回答了，哦，啊，所以呢，刚刚讲的就是呢，首先第一呢，哦，还没回答，就是主谋业力比较重，杀手呢是也有，不过没有他那么重，因为呢，主谋是充满动机，而且就是我要干掉他的。对孙康来讲，因为他是杀手，他没有心要他死，只是我拿你的钱就把他杀掉，
它是有差别的。所以就这个缘故啊，那些餐厅啊，海鲜的老板啊，他请马王来帮他杀啊，基本上老板的业力会比较重，因为他一心一意来，我要进这批货，把它干掉。哎，来你来谈，是他 order 的。但是那个是做工来帮他，当然那个做工亲手杀也是需要负责任，不过比不上老板那边那么厉害，可以了解吗？因此就这个缘故啊，同学，我们呢、啊、有时候啊，你不需要完全吃素，不过你要避免啊去海鲜楼啊点啊，我要吃这只啊，我要吃那一只，你避免不要去做这个啊，因为这样的话就他为你而死了，然后你指明是他了嘛。啊，如果啊，那只动物有灵性，它应该盯着你啊。嗯，你要我死，我来世啊，做你冤亲债主啊，缠到你。哦，会啊，一般上会盯回你的哈、哦。牛会、啊，因为 Facebook 有看过、啊，那个牛死之前盯着一个屠牛的人，过那个牛屠牛他讲啊，我就改行了，因为他说我忘记不掉那些牛的眼神了，你知道吗？哦，多厉害啊，所以你可以说啊，吼，那条牛也算是救了他，他从此他就不再杀牛。那其他那种动物，那些蛇那些，死之前多愤怒啊，对不对吼？啊，过他死掉那个业力多恐怖，可以了解吗？吼，这些都是啊，吼，啊，不是讲完的。因此，最杀生啊，杀业啊，我们排到第一啊，就是这样。这种动物含恨而死啊，吼，哇，他很厉害的。如果他会恨你啊，他好。啊，他会认住你这样啊，哇啊，那么一样啦啊，就是所以呢，一般上屠宰的人呐、啊，就我所知道，以前我去过萨拉瓦西连那边，他们跟师傅说，过往屠宰的人都是找黑社会的人，因为他们呐、啊，在尤其杀猪啊，猪会叫得很凄凉的，他们没有 feel 的。那么呢，我以前童年的时候啊，我的舅舅杀过猪，不过他跟我们讲，哎，你们要吃猪肉的话，不要来看，看了以后你不想吃的了。因为那个猪啊会叫，会很可怜的，所以我记得我没有看到哦，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啊，一定要你要那个啊，没有什么要很狠心，你才干得了的，可以了解吗？好、哦，好，来同学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种种的条件这一些了啊、哦，有没有问题，同学？有吗？刚刚问的问题统统解答了了哈啊！因为同学你们呢、啊，哎，有时又举手不举手，原因是因为这个就有困难度所在。好，来锦华啊，来有问题请过来发问呢。好，啊，很聪明哈、哦，你们啊，开到麦了了，来请讲啊，怎么样？什么问题？啊，来有请哈、哦，要跑来跑去哈、哦。行，哎，如。刚才师父谈的是那个我们法律上啊，啊对对，法律上的问题啊，景峰啊，你可不可以把 camera 照向你的脸呢、啊？我们看到是你的颈部来的，啊对对对，哎呦，啊对了，看到你了，嗯、来请讲请讲，景峰看到你来了，嗯对，师父刚才你所说的是那个法律上的问题吧，是吧？但如果是戒律呢？啊，就是哦，戒律上是什么，对不对 ？OK， 来，其实啊，和锦华这一些就是戒律来的哦。怎么可以知道呢？来，同学和、哦、你过后你一定要啊去读这一个《戒律学纲要》，圣严法师不杀生，同学你要去看这一本书哦。这个网上可以免费看得到。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哦，《戒律学纲要》。然后不杀生 ，OK， 不是这一个啦哈，给你看一下哈，戒律学纲要哈，啊这一个啦，我们看一下哈，哎，什么都 PDF 档来的哈，嗯，来我找个不是 PDF 档给同学看呐哈，Red Goods 啊，啊这一个来，戒律学纲要啊。来，同学，那这一个啊，等一下，那五戒十善，过后呢，五戒其内容及方法，同学不杀生戒，来，同学看到吗？来，那世人人想杀心方便前人断命啊，这个就是来自戒律了，所以跟法律是一模一样，看到吗？来，你要杀的是人。
人想蓄意杀人，杀心有心杀人，不是无意的，用方法杀人，然后被杀的人断定已死，啊，了解吗？锦华，这个就是佛教的啊，他那么巧跟法律是 match 得到罢了，所以我把他拉进来一起给同学了解，可以锦华可以了解吗？好。等下这个 link 啊，师傅给大家，因为你一定要啊再读多读一些哦，才可以更加的专精了哈。这个是不会盗版呢、啊，这个是免费可以阅读得到哈。所以啊，师傅先那个 link 给大家了哈。Everyone，OK 哈，所以同学可以 copy 下来了哈。啊，在 chat 那边给大家哈，就是这一个相关联的。OK 哈。锦华没问题对吗 ？OK 啊，还有问题来，又要过来哈、哦，可能你们要准备，是不是有一个 handphone 让你们方便哈、哦？来，有请锦华，有请啊。师傅，刚才我们主要是谈杀人嘛，这如果是杀动物呢？哦，只要是啊，尤其是那些像灵性比较高的动物，好像牛啊，这个。狗啊什么之类的，与其跟这个昆虫啊，像蚂蚁啊、蚊子啊比较，哎，是的，啊，锦华是这样的，你不要走，我来回答你问题，哎，不要走，你坐下，你问嘛，你要在嘛，你走掉 ，OK， 锦华是这样的，基本上啊，只要一不是人，对不对？他的那个业啊，就降到去中级或者是下等，可以忏悔。只要啊是人，全部跟人有关的，是。重罪不可悔，基本上它构成很大的障碍，让你未来修行很难很难修。不过还是有方法啦，在大乘呢有法门给你忏悔，有那个路给你哦。那么呢，在这一边呢、啊，刚刚你讲的那些啊，就是下面的动物是只要它条件符合也好，不符合都好，全部是属于重罪可悔了。那么呢，动物啊，从啊这些哺乳类啊，然后往下到啊爬虫类啊，啊到昆虫类，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可以了解吗？因为它灵性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啊，所以变到啊和啊它的那个业就没有那么重了的了。OK， 可以了解吗？师傅，我了解说它是比较轻的罪了。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杀一个人，一定它的差别是有的啦。嗯。但是。蚂蚁啊，嗯，跟杀人啊，是不是都是同样破这个杀戒？哎，是的，一样是杀，构成杀神罪，但是是一个杀神不可悔杀人的关系。那么杀这些幼虫的话哦，它是非常轻微了，这样子咯。好，既然我们叫做杀神，但是很轻微。这样子咯，可以了解吗？为什么要做这样分辨呢、啊？因为啊，同学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啊，大家有在厨房哦，你一定会有遇到昆虫类的。那么呢，就昆虫类，你尽力保护，尽量啊，让环境整齐，到最后不得已杀生时，你知道这个跟人是不同啊，所以呢，变到你不用太过去追悔自己，可以了解吗？啊，所以呢，你就念一些咒语啊，念一些佛号啊，就 OK 了的了。可以明白吗？他补救方法就很简单了、哦，但如果杀到人了、啊，哦，他不能够这样补救了的咯，你要去自首了。法律本身就是一个业力了，可以了解吗？哦，好、哦，可以明白吗？所以还是有差哦。OK， 好，来同学，我们接着下来啊，好啊，就讨论完毕了。过后呢，我们就来到一些更棘手的个案呢、啊，好、哦、啊，什么棘手个案？来，首先第一个个案呢、啊，哈，有一天啊，哈、哦。有一个女性啊，一个女性她被强暴了，过后呢，她就大肚子 ，OK， 有肚子大，那么呢，肚子一面大，哇，她开始产生忧郁症哦，开始哇，忧郁症，因为啊，不断的重复啊，被强暴的创伤，那她来找你，她问你，我想堕胎，你认不认同？因为我就快承受不了了，那堕胎当然是杀生嘛，对不对？哦，那么你会如何劝导她？会吸，你会劝他堕胎吗？如果他来找你的话，我不会劝他堕胎咯。啊，为什么呢？因为终究还是有一个生命。那个生，你要那个生命哦，是啊，
OK，你要救孩子，你不要救妈妈吗？那妈妈说我就快要忧郁症了咯。对呀、那个妈妈，开始觉得有点两难，对不对？会啊，当然嘛，我们要问就问很难的问题。哎呀，那么简单，你就问 ChatGPT 就解决了啦，对不对哈、哦？啊，这个才好玩，就说他要有 challenging 啊，哈，知道应该怎么样进行回答哈、哦。来，美丽，美丽，请开麦。你会认同堕胎吗？美丽？不认同。啊，不是 Mary，是美丽呀、啊，美丽啊，你会认同堕？我是不同意他落台啦，他是一个小生命来的。那你要顾小的，你不顾大的吗？大的讲他已经就快，他重忧郁症了哦。他的等那个小孩子出生了，就带着那个去看医生了，给药他吃了。如果是那个小的还没出来，他已经忧郁症要自杀了呢。让我们劝他咯，跟他。劝他了，叫他要看开一点哦。他看不开嘞，哈哈哈。OK，啊，没有，师傅啊，对，师傅一定要弄成这假样如啊，看不哦，你才开给啊，对，美丽是这样的，师傅刻意要这样啊，才让你看到我、哦、那个实际情况啊、哦，他没有那么单纯的哦，就是他也有他的一个立场哦，这样子哦。好，这一边呢、哦，我在想看呢、啊，男的问了哦，好过后呢，来哥德巴鲁派个代表，女性、男性都可以。来，锦华派个代表过来。有谁尝试要回答吗？OK，好，来，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OK，好、哦，OK，好，来，先报上大名哦。哦，你好，我叫文心。啊，文心，好、哦、好，可以，来。我不赞成他去堕胎。好，如果你不，妈妈就快要疯掉了，怎么办？其实妈妈看医生啊，我们还是有两全其美的方法的。比如呢？困难是确实是困难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比困难多嘛？对。是，你意思是说就是妈妈带他去见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好，很多方法的吗？还是很多方法。然后哎，再，妈妈。过呢，再把孩子生下来了，是吗？对，毕竟两个都是生命，我们总不能为小生命，让妈妈没有命，或是我们也不能让妈妈，不要把孩子生下，然后保全自己的命。毕竟两个都是生命。对，很好，来，我们掌声鼓励，哎，OK 好，哎，锦华，下次你这边不要放，既然他敢当巴佛教会，你就把就是啊，好，哎呀，是啊，好，就是可以出来发言的那几位的名字写下来，好吗？锦华，你就写锦华，谁的名字，不要放敢当巴佛教会，因为他来到啊，你们报上大名，我们看到名字，我们对你容易有印象啊。给了解嘛，哈、哦、啊，就是就可以出来发表那几位的名字，就把它写下来了哈、哦，锦华哈、哦、啊，那其他他老菩萨不好意思发言就不用写，这样我们就知道啊，哈、哦、啊他是谁？来，同学，这是好问题，同学基本上来讲啊，哈、哦，我们先看一看啊，哈、哦，大体上来讲是首先啊，哈、哦，这个课题是我们也是一样，先回去看法律了。那同学看一下哈、哦，这一个呢，我们有律师来上过课。首先呢、啊，我们先看呢、啊，《刑事法典》（Criminal Act Penal Code 312），这个312啊，首先法律上是如果妈妈有精神病，靠近精神病，妈妈要杀生的话，医生会愿意做这些事，然后不犯法。所以首先一定要先看法律如何讲先，同学了解吗？哦，处理这样课题，先看法律。因为啊，我们一定要法律上 OK 啊，我们不能够说哦，我们用我们佛法来判断，过你犯了法，你还是要受法律的制裁，可以了解吗？所以它区别就在这边。因此啊，首先第一，先回去看法律先，哦，那法律里面马来西亚的法律，它有讲，妈妈如果已经靠近有精神病，她必须要
放弃这小孩，他可以，他不构成杀人。先看法律如何讲先，然后过后啊，再看看我们佛教啊，像我们刚刚那位同学在讲，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我们也是鼓励两全其美。不过呢，是这样的，同学，如果他跑来找你哦，如果是站在我们会比较建议同学不要站在用辅导员的立场，就是不要帮他做决定，你去引导他，帮助他，就是引导他，让他自己帮助他自己。首先呢，当他和第一要让他看到那个痛苦，他可不可以承受？哦啊，因为啊，我们就是这样嘛，就大的也是生命，小的也是生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痛苦能力可以承受到哪里先，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可以了解吗？首先第一啊，我们引导让他看到你的痛苦可以承受到哪里先，他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很大差别的。他是佛教徒的话，他会认了，这是我认了，可能我前世有欠，这个人心理素质会比较强，他有这个思维模式。但如果他没的话哦，哇，那是非常恐怖的，他会不断的重复，再重复，再重复，那个折磨是很厉害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得到的，可以了解吗，同学？所以我们讲引导他，让他先看到他自己的承受痛苦到哪里先，然后过后啊，给他知道你还有很多方案的。就好像讲了哈，生下过后啊，哈，你先看心理医生，或者说你把孩子生下，然后过生下，你不要看他，马上被领养掉他，很多方案，或者是说给他看到你堕胎之后，你的身心是受创很厉害的，未来我们也是希望你还可以遇到啊，哈，你的爱人好好结婚，那么呢，你堕胎的话，对于未来啊，再生个小孩会不会很困难啊？会不会为了啊，你未来真正要找到你的理想对象？你不堕胎，你把它生下，未来你的身体保养好，你还可以再结婚啊！就是全部啊，哈，可以很专业的人来分析给他知道哦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时间充足了啊，让他种种分析完，他会做决定了，他会慢慢思考，觉得啊，是我应该要忍耐把它生下，过后我遇到我的爱人，我再还可以生我的小孩，这个就不要去看他，让他做这样的决定。如果他到最后他讲，哎呦，我真的已经受不了，多一刻都不行了，我非堕不可，让他去做，他自己去承担。我们告诉他，哦，你这样子做是这样，因为啊，他本身他的痛苦已经忍受不了了，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让他自己做决定。同学可以了解吗？啊，这种争议性课题啊，没有一个绝对答案的。这个课题刚刚在美国啊才开始进行辩论，因为美国啊保守派已经开始得到力量。过往啊，美国堕胎是自由的，因为身体是女性，自由堕胎。后来啊才刚刚推翻，他保守当道，所以他讲啊，即使你是受强暴受孕都好，都不轻易让你堕胎，可能都会犯法。所以在美国啊也是哦，所以这一些啊基本上在法律上啊也是没有一个绝对，因此哦经常都会变来变去，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是这样，更何况哦保守的国家。所以同学啊，我们基本上不帮他做决定，我们让他自己做决定，或我们分析所有的啊利害关系给他知道啊，不过就时间要够，他也要听得下了。哦，对不对啊？他要听得下嘛，哦，如果他听不下也是很难。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只不过是把一个全东西，一个很难的个案，全面告诉各位。哦，那么呢，这样的个案你都可以知道怎么思考，以后当你遇到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去进行思维了。哦，知道如何上网 Google 啊，来去搜寻啊，知道如何帮助你去解决这样的个案了。可以了解吗，各位同学？好 ，OK， 好。好，来啊，这个呢就是这个部分。来，同学记得哈，后面这一条啊，你要 highlight 起来哈，啊，也可以进一步去查询啊，是我们的律师学生啊哈给予我们的哈。OK， 好，我们这一边呢有提到啊，同学有问啊，杀人只有杀圣人，仿佛业力有没有差别哈？凡人的话没有杀神童和杀智障子。而在业力有差别的说法嘛，哈 ，OK， 杀圣人跟凡人呐，哈，圣人呢，如果是杀到是佛的话，哈，啊，基本上杀到佛跟阿罗汉，他会晋升呐，哈，就堕地狱，佛教里面有这样子讲。那你杀到是个凡人的话，不会说晋升就堕到无间地狱，可能还会投胎成为畜生啊、恶鬼之类这样子。
要看情况如何。所以凡夫跟圣人有差，很明显有差了哈。那么如果是说杀到智障的人之类，对不对啊？这一个呢，要找明文应该还要再去找，不过就可以推论得出了。如果那个人类啊，他是智障很严重的话，对不对？他应该杀智障的人跟一个正常的人，智障的人的业应该会比较轻一些，因为他本来他的 IQ 就跟动物差不多一样了。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这个人的灵性高不高，同学可以了解吗？哦，因为智障的人根本他，你去看过重度智障，他其实跟动物没有差别的，真的我很严重的那一些，所以他没有灵性，因此杀一个智障的人跟一个正常的人业力是有差的，就可以推论得出来了了。哦，而我们为什么强调人是主要他的那个灵性的部分？哦，这样子哦，所谓的灵性就是说他可以思维、抉择、判断，哦，他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修行，或者我不修行等等之类啊，这个就是所谓讲正常智障的人，他选择要修行，他可以修得上去的。OK 哈，哦，来静源来来。师傅，照师傅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很聪明的话，或者他知识很好，如果你把这个人杀了，然后你的业力会比杀一个智障的人更重吗？但是如果这一个人他根本是没有德行的，完全没有德行的，所以他只是聪明而已，他只有那个四字变聪而已，然后这个业力上你又怎么样区别呢？不不不，这个情况底下只要是人的话，哦，我们所谓讲的智障啊，哦，就是说他没有修行的能力，他没有判断的能力，但是这个有没有德行，哦，他是有判断能力，只是他德行比较差罢了，这个要区别得到哦。智障的人你如何整个教育啊，他的 IQ 就像动物这样子的，我们指的是这种情况，重度智障。那么这两个人，一个品德好一个品德不好，那是教育的问题，他智障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区别在这一边哦。静云好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更清楚，同学看得到。静云你懂我的意思吗？哦，我们区别是在这个点，对于重度智障的人你这样子教是教他不到了的，他就真的就像同动物这样，但是品德好不好，品德高不高，那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只要教育得到够的话，他品德依然是可以变得到好，他依然是会想要修行的，他要修他可以修得到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讲的正常人啦。OK 哦，这样的定义啦，哦，这样哦。好啊，这个呢就完毕了。那接着下来啊，好啊，过后我们要下到去不投刀街。不投刀界啊，是剩下十分钟，应该是不足够时间呐，啊，哈，哦，去讨论不投刀界没有足够时间的，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到这里结束了，哦。